就希望大家可以多点包容吧，不要轻易他。大家就是如果有什么意见，可以也可以就是多针对我就好，反正我从以前都没有被少被骂。就李阳什么时候结婚？就我什么时候就换我喽？看你啊！大家好，我是王麒麟，谢谢大家来看我。真的是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其实，在东京奥运过后，这三年来，我们的表现其实不是那么的出色，自己也知道起起伏伏。在出发前，我们自己也不确定自己到底能不能去为台湾夺下这面牌。真的很开心，在大家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们，一直那么的支持我们，而且还熬夜的去为我们加油。那到最后可以拿下这面牌，跟大家去做分享，真的是很谢谢大家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因为这是父亲节嘛，而且刚好又从拿了这么好的成绩回来，那当然是希望可以跟家人们一起分享这个喜悦。哦，就是我们一直都是相处起来就是跟家人一样嘛，那当然就是接着就是一个算是定情物，啊，就希望大家可以多点包容啊，不要这么的比较轻易他。其实我觉得，其实真的也不用说什么，但就是有些看到的时候，还是会希望可以去帮他说话。毕竟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努力、很认真，然后他也真的不是那么的高调，高调的是我。所以，大家就是如果有什么意见，可以就是多针对我就好，反正我从以前都没有被少被骂过。没有，看一下，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女孩，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去看看他的好，不要因为可能一些事情，然后就对他有偏见这样子。其实蛮很坚强，所以他不会轻易的想要让别人去多担心。但其实我自己会感受到他蛮难过的，但所以也会才会想要去帮他说话，但不是想要去跟大家去做争辩，只是希望让大家去真的可以去看到他的好。就李阳什么时候结婚？就我什么时候就换我喽？就看你啊，这样子。